七步洗手方法。首先将洗手液挤在手心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了。一，掌心相对，双指并拢。二，手心对手背，沿指缝相互揉搓。三，掌心相对，双手交叉，沿指缝相互揉搓。四，弯曲各手指关节，双手相互揉搓。五，一手握另一大拇指，相互揉搓。六，一手指尖并拢，放在另一手掌上，相互揉搓。七，旋转揉搓手腕。最后记得用一次性纸巾将手擦干哦。请时刻洗手，我会时刻关注你们的洗手吧。